这个黎明郎也太过分了吧！白鹤，你刚刚来的时候是很不开心，对什么都没有兴趣，但你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现在每天都会微笑，为什么一封信就把你打回原来的样子呢？白鹤，有的事情你不可以再继续逃避下去。如果你真的还爱着他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找他去好好谈谈呢？如果是他欺骗你的话，为什么不跟他离婚，重新开始你自己想过的生活？ 除非你根本就是舍不得他，就算他再怎么欺骗你，你都不会跟他离婚的。云轩，你别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对不起，刚才我的语气有点重。云朵，吃饱了吗？ 又是宁夏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傻？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你总是将心比心的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，其实有很多很肮脏的东西，我们都还没看到呢。我、百合，还有宁夏三个人是一起长大的，我到现在都无法相信宁夏是这样的人。 是谁说的来着？理想很丰满，但现实很骨感。哼！如果我能像你这样想得开，那该多好啊！像我这样有什么好的呀？像你这么纯粹的人才是稀有动物呢。为了不让你这种稀有动物灭绝，我打算竭尽全力的保护你。嗯。<笑> 我来接。哎，喂，有什么话跟我说？你是你什么你啊？有话你就赶紧说。我好，你不说我说。像你这种人，你还有什么脸骚扰明朗哥啊？像你这种儿媳妇儿，被赶出家门都不解气。
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明朗哥了。像你这种人啊，别说爱了，你根本就是恶毒又变态。哼，说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我很为难啊？她是我大嫂，你说我以后要怎么面对我哥呢？哎呀，不会的，经过这次啊，我估计他也不敢了。他要是再敢搞什么小阴谋，你让他试试。他为什么这样骂我？他是谁？家里面的事情他都知道吗？难道是明朗跟他说的？难道他们真的这样认为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明朗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哇！你看他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他被我们吓到了。百合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不是打电话去了吗？嗯。啊，云总啊，不如我们到下面继续去玩，好不好？嗯，来来来。明朗，明朗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我只想说，以后我不会惹你生气了，我向你保证。我们从大学认识到现在，我怎么感觉你这么陌生？明朗，宁夏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到底恨谁？我以后真的不会这样了，请你相信我，宁夏。你现在是我大嫂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屋子里，我以后还是会把你当成我大嫂看待。至于你会不会继续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不会允许你伤害我的家人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你现在对黎江可真是一心一意啊。明朗交权就没有别的原因吗？那你觉得他什么意思？我只是觉得蹊跷。人呢，能信得过的只有自己。对了，转移资产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转移什么？现在天一跟黎江的一切资产都掌握在我手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去做这种事。黎总，咱们俩好歹也是搭档，你可别忘了，天一的客户可都是我给你挖过来的，你可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。你放心好了，你那份我不会少你的。我现在还有一个会议，就先走了。你慢慢喝。还有，如果没有什么事，不要找我，我最近很忙。好你个死瘸子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我要不在你们兄弟之间加把火的话，你是迟迟不会迈出这一步。
云朵，阿姨在备课，一会儿再陪你玩。乖，一会儿再陪你玩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云朵？哎，云朵，云朵，你慢点。雨轩，你在干什么呀？看，这是花种。这是百合花的种子，我特意去买的。因为我也不懂得怎么去安慰人，我就希望你好像这百合花的种子一样，在一片新的土壤里面开出最美丽的花朵。啊，对了，你愿意继续跟我在这个云山里面教书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喜欢你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只是觉得你好漂亮。可后来跟你接触多了，我发现你还是一个很温柔、很善良的人。就好像百合花一样纯洁，我希望能有机会保护你。我也知道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但我就是忍不住。我就怕，如果我现在不说的话，就会来不及。来不及？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根本就不属于这里，随时随地都会离开的。雨轩，我现在只想过平静简单的生活，让云朵早点好起来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想。我需要时间。而且你忘了，我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。对不起。要去云山啊？是啊。哦，对了，之前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当然了，你交代我的事我哪敢怠慢啊。哎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云山吧，我也想见见百合姐。你也去？去，这么快就嫌我是电灯泡了？我保证我不会碍你事的，你就拿我当空气一样啊。行行行，那带上你吧。啊，嗯。走了。这么说来，江百合她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没有理你，是吗？明朗，你知道你现在跟百合缺点什么吗？缺乏一些尖锐的、犀利的、厉害的矛盾冲突。你知道吗？天下之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没有破坏，就没有重建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互相都把问题含糊着，
都不说清楚。对，你们不想对方受到伤害，没错。但是，你这么做只是要表示你的包容和对他的关爱，对吗？嗯。你们自己面对着问题都不去解决，那谁去解决？哥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真的听不懂。我说来说去，两个字，离婚。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我没有开玩笑。只有离婚，才能够把问题说清楚，把旧的问题给他了结。离了婚，他人就不是我的了。离婚它只是一种形式，你们只有把那些旧的问题解决了，才能够重新开始。现在百合正等着你的态度，等着你把过去的不愉快全部抹掉。是，我是想跟百合重新开始，但是我没想过要跟她离婚啊。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，离婚它只是一种手段，只是一种方法。重点是，你们两个的心还在一起。那万一他不肯再接受我怎么办？这个要看你自己了。不过你要记住，离婚是为了破坏过去，重新经历新的巨变。自己好好想想吧，我去开会了，加油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如果没有什么事，就别来找我吗？可是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听？是什么呀？其实这件事情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，但是咱们毕竟合作了一场，我觉得是朋友，还是让你知道的好。到底是什么事？你快点说吧。我爸的一个老朋友刚从国外回来，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，他跟我聊到了你和你的生父。你说什么？我的生父？对，这个人认识我的生父？而且还很熟。那他说了些什么？你的生父叫赵军，李大川80年代初期跟他是合作伙伴。那个时候刚改革开放，他们合资一起创业。但是公司刚刚启动，李大川就撤资了。你的生父骑虎难下，只好自己筹钱继续维持运营。但是公司发展的一直不顺利，最后急火攻心，老病复发，没有救过来。可是当时他们合办的公司是两个人一起注册的，李大川就顺水推舟地成了该公司的法人。他不想让别人说闲话，所以就把你给收养了，然后把你爸的公司转卖给了江大成，就是后来的江氏公司。接下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。事隔这么多年，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么真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只是把我自己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。我约了这个人中午一起吃饭，一起去吧。这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，事情已经过了20多年了，有些细节问题啊，我还真想不起来了。但是你爸当时生意失败，主要是被那个叫黎大川的给害了。要怪啊，只能怪你的亲生父亲交友不慎呢。你说的这一切，
都是真的吗？哎，当时我跟你的父亲关系不错，我们都是一腔热血敢打敢拼的人。你爸当时啊从我这儿借走了3000块钱，那时候我也不富裕，但是你爸人好，心地善良，对朋友仗义，所以后来他出了那事儿啊，我也没开口跟他要钱。这张照片你就留个纪念吧，这借条上有你爸的字迹，我留个念想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。嗨，我这不是难得回趟国吗？你们慢慢吃，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。黎天，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。慢用。来，喝酒啊！哎呀，这地方选的不错呀，这美食啊也地道，这风景啊心旷神怡，好地方，下次我一定再陪你过来坐。这些年，你也很少回国，好多地方您还没去过吧？啊。这个开元九龙湖度假村那可是远近闻名，嗯，环境好，清静。他们最有名的那个开元楼建得更是巧妙，藏于半山，四周呢是杨梅林环绕，环境优雅，特别适合私人聚会。真是名不虚传呐。这老话说得好，父债子还，这笔钱我替黎天还了。不过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怎么着也应该给你点利息，就按这上面的数目100倍还给你。我说你就这么的骗他，不怕他知道真相以后跟你拼命啊？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有谁知道那么清楚？要想告诉他，黎大川早就告诉了。嗯，来吧，喝酒。好。来来，干杯。婉儿百合伤心了，她和我在一起吃了很多苦，她现在过得挺好的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服她跟我回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时候。
应该放手了。明朗，我考虑过了，漓江总经理的位置还是你担任最合适。哥，我想通了，我觉得你我两兄弟谁担当这个职位都一样。放心吧，我会协助你的。只要我们两兄弟同心协力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毛球，哎，明朗啊。妈，你要干嘛去啊？我们准备去云山。路上要注意安全，看到百合好好劝劝他。我会的。啊，注意身体啊，刘妈妈，我们走啦。拜拜。喂，庄总，一切还按原计划进行。百合老师，百合老师，招呼同学们出来搬东西吧。来了好多东西，三年都用不完啊。孩子们，走，搬东西去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叔叔，叔叔，我想你了。我也想你，乖，帮忙搬东西啊。你来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上次我看到这些小孩还挺艰苦的，回去之后我一直在想，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。他叫黄蓉，是我的秘书，这次筹备物资都是他在帮忙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你的嫂子江百合。嫂子好。闻名不如见面，怪不得明朗哥对你朝思暮想呢，原来嫂子本人比名字还要漂亮。百合，百合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带他来？他是我的秘书啊。李明朗，你够了吧，不要再伤害百合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你是最清楚的，别以为做了什么坏事别人都不知道。雨轩，别说了。你说，我也想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。我今天跟你说清楚，既然你已经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了，为什么还要跑到这里来找百合？还有，竟然还把她带到这里，你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？我以前还把你当个正人君子，我真是错了，我想不到你的心居然这么坏。是谁跟你说我跟黄蓉在一起的？雨轩，你别瞎说，我跟百合的事情不用你管。不用我管？好，你等着。雨轩，雨轩，百合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呀。我不想听。你自己看看，还用再说什么吗？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。这真的是个误会，你听我解释啊。都这种情况了，你还解释什么？我跟百合的事情你不要管，不要掺和好不好？你是百合什么人？我是百合的朋友，连我这朋友都看不过眼，
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对待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呢？你是她朋友，我是她丈夫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百合，百合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跟黄蓉什么都没有。有没有什么已经不重要了。你听我说，百合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呀？人家小两口吵架，关你什么事儿？那又关你什么事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好好的一对夫妻，你都忍心要去拆散呢？你别血口喷人，你别胡说。我跟明两哥可是正常的兄妹关系，我一心希望他们两个能和好如初。哎，干嘛去啊？站这别动。第一次我来云山没有见到你，下山之后我的钱包被人偷了，我还受了伤，是黄蓉把我救了，我为了感谢她就把她带回了芝江，但是她在芝江没朋友，我看她一个女孩不容易，所以才决定把她带回家里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，我把黄蓉当成是我的妹妹一样，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样。你相信我。信不信都不重要了。那如果是真的，
就是希望有一天，你可以嫁给我。百合，我很感谢你实现了我的梦想。百合，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，我们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。我希望我们会有一个孩子，可以看着他和云朵一起长大。可以和他们分享成长的快乐，为他们达成理想而骄傲，而不知不觉，我们都将老去。我要抓紧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。